整个群开得很大。嗯，不，我肯定要把这个要开的。这个肯定要开的，不要说、这个就在上面。可以换的，然后就把这两个螺丝肯定要拆掉的，看一看啊、哦，对吧？钥匙拔掉。这就可以拿掉了，那就应该那上面拿掉，应该有个接插件的吧？把这个剪开，这两个就可以拔掉了嘛？这两个拔掉，有一个接插件再插上去就。这种剪刀的，我们先剪来看看。试试看。哦，这个。拔掉就掉了，呀，怎么装的？没事，会装会装，能拆就能装啊。好，拍好了吗？这个？看看里面电芯呢？就这样。扎的，没扎。我第一次看到里面拆掉。我也是。这样子吗？我在找那头子，哦，已经插上去了。啊，对。